雲街景，今日個2023年3月4日星期六，時間係2:30，我哋而家喺個旺角呢個塘尾道呢度行下嘅，我哋嘅位置喺邊度咧？嗱，呢度出翻去咧，亞洲街接駁住呢條嘅櫻桃街啦，出翻去真係就維港灣咁嘅位置啦。塘尾道接駁住呢條咧就喺個渡船街啦。呢邊落去咧就是尖沙咀嗰邊嘅方向啦。呢度咧就亞巴路街嘅頭嚟嘅，咁啊入翻去咧彌敦道啊、洗衣街啊嗰邊嘅方向啦。好啦，咁我哋今集就沿住個塘尾道一直行到去呢個荔枝角度睇下情況係點樣啦。星期六。不過呢啲咁嘅其實都係唔係好主要嘅街道咧，人流應該就唔會太多嘅。嗰間係旺角街市嗰邊嘅方向咧，長發道依邊啦，出翻去呢個旺角道遊樂場嗰邊咧，嗱呢邊又翻去旺角街市嘅方向咧，人流都幾多嘅。車出嚟嗰個嗰度咧就雁架街啦，見到。就呢條啦，而呢條斜呢條咧，直望呢條咧就福田街嚟嘅，係。落翻去呢個泰國女街呢條方向啦。哦，同埋路啦，可以咁改埋先。呢條街嘅，因為始終係啲工廠區，所以佢下邊嗰啲街道咧，係人流都比較疏落，同埋條街都比較窄，所以就係。
佛街啦，呢條啦，亦都呢一次亦都好多啲五金鋪啊、工廠派啊咁樣啦、啊，內線咧交通都好繁。好多啲貨車都喺依度咁落，我哋打等。因為唔敢過都冇得過喺依度。人流都好少，花蘭街啊呢度啦，嗱直望呢度咧就係、是、呢個紅尾道觀塔嘅側邊位置啦。嗱呢度咧出翻去呢個新田地街啊、上海街啊、李富春健康院啊呢邊噶啦。啊！呢度都有幾間食店喺度。啊，鄭旺嗰度咧，旺角消防局啦。喺呢度啦，又係好多好多年嘅呢度，以幾十年嚟計算嘅啦呢度。太子道西啦，嗱啲英文直落翻去翻呢個富蘭街啊，直落翻九龍城嘅方向啦。我哋喺呢度行一陣先啦。好，我等埋落啦。嗱，喺度睇下啦，旺角消防局啦，係側面。
我太陽都幾曬啫。行到呢一段咧，又其實呢一景選都好多都係呢啲咁嘅建築器材啊，裝修呢啲咁嘅東嗰啲咁嘅鋪頭。都未装噶，佢依家佢未装噶喺度。行到去雷新村嘅后面啦，而家就活化咗成为一间，即系有一个中医诊所啊咁嘅建筑物啦。嗱，见到咧系浸会大学咧雷新村呢个医学院啊。房尾道呢看來就是這裡的而已，那些柱子都很舊，這個是新生的入口。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先，大家對這裡有什麼意見或者大家有什麼地方想我去，可以下面留個言給我聽。中路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 like 或者下一集再見，拜拜。